刀猪割羊架就是桥头科学园区，在未来从台南到高雄串联台南科学园区、鹿竹科学园区、桥头科学园区、南子科技产业园区，将会是一个全台湾最完整的一个科技聚落。我们高雄市成立高雄投资事务所，陪你从头走到你的建厂，开始工厂的运转，全力的帮各位厂商到桥头科学园区提供100%最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服务。用电、用水还有土地的这些问题，市政府已经都帮大家超前部署啊，打造一个属于高雄未来10年、20年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科学园区，欢迎大家来选择桥头科学园区，相信一定是一个最聪明、最智慧的一个决定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这支影片吗？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高雄市政活动，欢迎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等你哦。